借这个机会，我祝愿在座的每个朋友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，万事如意。123号，第三个300元的436号，436号。Thank you.
得奖嘉宾以及表演嘉宾一起到舞台上来，我们为此次的典礼合影留念。最后我们要抽大奖哈。一千年的。
118，418，你看，哇，我们的会长有没有？有，418，来了，好了，还有没有？没有，还有没有？你们还要不要抽奖？要抽奖的举手。好，陈建华先生，侨爱基金呢，是我们香港侨啊，我们侨友们组织的一个慈善的团体，慈善的基金，主要宗旨是为侨服务，为基层侨服务，为贫困侨服务，所以这个在香港啦，侨界里面起了很大的反响。好，有请陈建华先生，多少钱啊？钱还没拿出来，想抽签，钱拿出来，好，哇，都准备好了，来，两个，抽两个500元的一个，500元，来抽，来，好，抽一个，不用红包，看到哈，好，不要紧，抽一个，332。332号，有没有？332号，332，有。OK， 第二个500元。现在有请我们侨爱基金的副董事长兼理事长黄英来先生来抽啊！哎，来抽啊！还要不要？要。再抽。抽完了这个还要吗？425，有没有？四百二十五，一、二，425，有了，哇，开心果的，好，425，先付款，对了，哇，还有425块，好了，哎呀，两个，哎，500元，哎，柳艳玲，好，两个，抽两个。哇，好，一个，等下啊，四个500的哦，啊，2000元，好，19号，哇，19号隔壁，19号，一个，还有一个，哇，好了，好，19号，拿走，好了 ，OK， 好，第二个500元，哎呀。哇，也是后面一个19，119，啊，119号，119对吗？好吧，好，来，起来，好不好？好，还有119，119，哎，119，这个119，这个119，够了，好了，哎，不是这个，好了。本来还有后面要挂几个人，看起来时间关系，我们这个2017年度的这个颁奖典礼，的抽奖到此结束，好吧？好，多谢上海两位。